害怕新品躲在角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乐轩了，它的外观真的超不起眼，看不出来是一间烧肉店。然后它每个人都是给一个包厢，这是我们的出口，然后出口那边就是会有很多包厢这样子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一个超大的包厢。对，就是啊，奶真要看镜头是不是？好，给你看一下。这样，然后他先上水，会问你说是要矿泉水还是气泡水这样子。我们今天点的是世界尽头，它是和牛的怀石料理，就是吃吃看。目前还没有吃过所谓的和牛的怀石料理，花大钱啊！这次他的好像有一个什么活动，然后反正就是他是畅饮，对，所以你就是可以喝到饱。我们三个人都点了红酒，等到就是等他上菜这样。贝壳汤匙先咬一口，试试看那个甜味。那贝壳汤匙的话是比较不会干扰乳制酱的原味，就是用贝壳汤匙最符合它最原始的味道。我和牛上面搭配的是金箔洋葱跟紫苏花。我们现在吃第一道，有点金箔，对，上面有点金箔。然后他说乌鱼子可以先干湿，是不是？鱼子酱啊。对啊，讲错啊，啥么怂啊？鱼子酱，好喝。然后可以淋一些在那个烧肉上面，然后可以留一些后面可以搭配这样。金箔啊，金箔啊，吃金箔。我在观察他们两个怎么吃。其实第一次吃高级料理是很不懂怎么吃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有淡淡的烧肉味，然后有一点海鲜那种咸咸的味道。它的饭很黏哎、欸，你看它的手法很熟练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。有这个架势啊，香啊，很好喝，
喝汤，汤里面有豆腐，然后肉，但它的汤高汤就蛮好喝的，讲不出什么可以形容的，但是就是真的很好吃，吃到会整个吓到，怎么那么好吃那种感觉。汤是那种日本高汤的那种味道，蛮浓的。然后它肉，下面有豆腐，好嫩哦！然后你这个，它刺可以留下来，后面会方便帮它拿吃。这是牛舌吗？太好吃了！金宝，昂贵的牛舌，超嫩的，很好吃的。刚刚说牛舌吓到我，超嫩。海胆是偏甜的，他们海胆是偏甜的，比较不会有腥味。这才是真正的海胆，就算海胆是保有海鲜味，但是真的是不会有那种臭啊、腥啊的感觉，口感对，口感蛮甜的，然后很软嫩这样子。这真的是高级海胆，好假。然后他说他这个是醋饭，然后是海胆和牛寿司。他说一口塞啊，来啊，嗯，很恐怖。对，把我印象深刻。甜点上场喽，甜点，桂花酿的水果，嗯，很甜嫩，绿色芭乐吧。是吗？好好吃哦！那个橘黄色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好甜哦！瓜吧，哈密瓜，超好吃的，你的零叉子。不敢吃小番茄的我都敢吃了呢，我把番茄吃掉了，好好吃哦。
一半再吃就可以了，比较味道比较浓郁一点。那它是稻田的乌龙面，日本的三大乌龙面之一，但它不像是饭前乌龙面那么粗，所以它更好入味。用蛋黄，然后去打那个饭，然后配那个和牛，超软超嫩的。好吃到说不出话来了，味道也好吃吧。我们现在放到第几道，然后陈心凌刚才说他很不好，是吗？一开始还担心我们喝酒，这个喝了三杯红酒的女人，超好。继续还可以喝，喝一下像皮肤可以。做饭很厉害，香这么好吃。你看旁边那个是有诚信的女人，一直在喝，那喝五杯才觉得过瘾，他就是要把那瓶喝完了，笑倒了。这个人光吃饭都不配东西，也可以吃吃饭，真好吃。好吃的白饭是很轻哎。啊，这个什么重点？怎么突然变快转轻？一开始就觉得快转轻，那你也太晚讲了嘛。我觉得影片到结尾还跟我说快转轻。最后一道甜点是香草冰淇淋，但是它很特别，是它叫我们沾橄榄油。你叫我们一吃橄榄油，然后刚刚舔了一下味道，我觉得。它的橄榄油的味道是，就是不会刺鼻，然后也不会说特别重，然后很清淡，而且有一种香气。因为之前我碰到橄榄油都是那个味道就很不好，但是这个橄榄油就很不错哎，嗯，超香的，好假好假，第一次吃冰淇淋配橄榄油。
没想到超级搭，赞！对啊，直接顶，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。